之外呢，同时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伊莱克斯呢所举办的主题日轻盈捷径趴第二天。那从2014年开始，连续11年在我们的主场举办我们的主题日。那我们已经合作11年了，有11个主题日活动。那今天呢，我们也有这个非常精彩的举荐活动带给大家，那也请大家拭目以待。那成为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我们非常会员就会送球衣造型的收纳袋，所以我们欢迎现场所有的十号队友呢，可以到我们的摊位上来逛一逛喽。那当然呢，每一年我们的伊莱克斯呢都会准备全新的应援歌曲以及应援舞蹈，而我们的伊莱克斯始终如一，当然邀请到呢我们中职本土最强啦啦队乐天女孩带来我们精彩的伊莱克斯全新应援舞蹈，让我们一起欢迎。
下班乐天团队需要大家的加油声，一起来帮陈晨辉加油，乐天加油，桃园加油，我们一起来乐天桃园，乐天桃园陈晨辉加油加油加油，梁家荣，来继续我们一起来帮孩子加油，一棒接一棒串联下去，安打安打，梁家荣，我小豆我们一起来方向的躲避球，我上场前一出局。
样，好不好？需要各位的能量哦。一声最大声，我们一起来。非常好，一起来。本后的朋友，本后的小朋友，一起来！东区的、东二区的、西区的，所有小朋友，集中火力，我们一起来！欢迎给阿妈的掌声，每一场都非常多的。我唱你的两出局，接着走向打击区的是第四棒，桃园军团的左外野手85号朱玉贤。好，各位小朋友，一棒几分？一棒两分，这个两分要最大声，我们球就会飞得出去，好不好？飞过那个墙外面。一棒两分，朱玉贤跟着，朱玉贤的音乐全体下方，朱玉贤加油。第五棒的指定打击，11号林红玉。再次来到二局上半，同一设备的，我们到第二棒，